通过大赛的十年举办，这个舞台呢，应该说培养和挖掘了非常多的这个专业射击人才。应该说，这几年的这些获奖选手，绝大部分呢，都留在了乔丹这个体育，这个乔丹体育以及整个运动体育行业吧。应该说，分布在各家企业当中，成为了各家企业运动企业的一个中梁砥柱。我相信在未来啊，就是我们的大赛一定会越办越好，尤其有在座各位这么多的支持，以及有那么多的好的选手的参与，我相信大赛应该会越办越好，也会为行业挖掘培养更多的人才。所有参赛这个的作品，我们呢将会认真的与参赛选手进行研究，如果他们的一些元素相对比较成熟比较好的，我们希望呢将它融入到产品当中去，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亮点，这是我们希望的。当然希望呢他们那些元素被社会被这个市场认可，被我们的消费者认可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成熟，我们所有参赛的选手越来越成熟，他们做的产品有自己的元素的东西越来越成熟，这就是我们整个运动行业的一个原创力，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。